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会像过去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有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投票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原因到底出在哪里？过去你跟着市场上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汇多不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的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去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的号码，而且我100%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二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的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还需要赠送资料，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会立即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三个价位，一次都有给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益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多空能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金流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一定是100%资金买档，一定要100%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10月1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造出299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299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在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战软体帮助自己抄股票，到底帮自己创造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等我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的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0月22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21.8万，
系统告诉我们经营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20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百辉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百辉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18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6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8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6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了18万，系统告诉我们经营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26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票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26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广定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0月2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广定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5到6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48.6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1月2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 48.6 万，系统告诉我们经营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1月2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 48.6 万，系统告诉我们经营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11月2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票身上？很简单，还是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11月2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万泰科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1月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万泰科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塔。短短的四到五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20.8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张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1月8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 20.8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张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1月8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了 20.8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一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11月8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还是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11月8号这一天，操作一样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三秒钟的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建达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1月8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把前两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建达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四到五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45.9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正在这发生吗？也就同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牛而已哦。事实上从10月19号到今天19个交易日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155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155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是用过去死爆火爆的方式做股票吗？还是用过去不能胜任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吗？很多投资朋友在市场当中做股票为什么会非常辛苦？但是为什么时间做交易统一定要坚持只赚每档股票最好赚的一段？原因很简单，我们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可以大幅的降低风险，而且大幅的提高胜率，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常常会有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套牢遗憾。甚至呢，我们只赚最好赚的这一段，可以快速提升获利的效率，也不要像过去一样总是用死抱活抱的方式等到股票上涨，而常常会浪费了很多获利的时机。更重要的是，我们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操作要非常的安心，只有掌握住最好赚的买点跟最好赚的卖点，才可以让操作整个非常安心。因为股票绝对不是买来等的，更不是买来套牢的。因此呢，跟着时间做交易很简单，做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用最快速度把财富累积起来。同样的，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一档股票，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没有办法领先市场，很清楚明确知道 15.2 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难道你要等到今天长黑大跌之后再考虑不要卖吗？就慢慢拍又来不及了。这时候你会问我，
我如何领先市场，照 15.2 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很简单，要领先市场一起来看会是比较快的。这张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周线多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在当天除了给各位明确进场点停损点之外，停一点会一并直接告知各位看哪里，就是看当天正摆动均值的这个数字，直接告诉各位来到 15.17 四舍五入就是 15.2 一定要全数卖出一张不留。在进场当下直接告诉各位未来来到 15.2 一定要全数卖出，在连续几天上涨之后最高来到 15.3， 所以我们设 15.2 一定可以卖掉，可以把这一段最好赚的放在口袋。政府任一张股票会有大赚变小赚遗憾，甚至在里面浪费任何宝贵的时间。所以呢，就同我该跟各位分享的，当可以掌握住每个阶段最好赚的卖点的同时，不会等到行情跌下来之后，股票跌下来之后再考虑要卖，已经慢半拍，已经来不及了。同样的，很多投资者过去没有办法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每一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所以呢，好想想，是常常股票买在前面等它上涨，一等不知道等多久，甚至 要先被套牢，因为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所以不管在这里买或这里买，你会买得非常不安心。但是跟着时间做交易统很简单，要做到完全的简单而且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可是但是那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条件，就是很简单清楚。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周线多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量化这一天绝对是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只有敢百分百资金买进才可以买得多赚得多。同样的，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就同这档股票也是一样的，在这一天我一样看到个事实，周线多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时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量化这一天还是一样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同样的，我们可以再看档股票，事实上每一档股票方法都是一样的，因为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统的同时，你可以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这是为什么我跟各位分享我们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的原因。就同你所看到的，股票真的不是买来等的，也更不是买来套牢的，要买就是要买在最好赚的买点。这张股票在这一天一样，周线多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同样的，还是百分百资金买进，但好事很自然发生。我在节目当中为什么不需要跟各位特别强烈的股票，因为只要是赚钱的办法，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当你有时间做手交易系统的同时，你可以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这档股票在这一天一样看那个事实，就可以这么简单。周线多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这么肯定的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在这样看这一天还是一样百分之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我们可以再看一档股票，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永远只买最好赚的买点，绝对不要买在前面去等待股票上涨，更不是买在后面要帮别人抬轿位置，要买就一定要买在最好赚的买点。这一天我一样看到个事实，周线多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所以呢，一样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的发生。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的口碑才会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你想要跟着新金牛观念创出比标更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侧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扣讯吗？
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线02-2389-8029，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他们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期指的同时，正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10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852点。11月呢，17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105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一样可以挣76点。很多投朋友过去也跟过很多老师，甚至用软体来把操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掉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混进去猜。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呈现薄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需要打折，不是吗？而当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就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位，一致的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全部不会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就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刻意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76点。同样的，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一笔的交易讯号。今天第一笔交易讯号在8:55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不同步反向做空讯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上，这是今天的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昨天多，今天也是多，多放延续盘没有问题。但是我说过，8:55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不一样，就是要倒过头来做。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17557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哪里？来到566，所以定价百分百全部都可以穿成交。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自动帮各位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30点，记得先麻烦一口单，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空的讯号，还是一样，一起来看系统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线下是转折，线下是绿色，当然就是同步做空，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也就是17549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先 K 线最高来到560，所以定价100%全部都可以出来成交。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自动帮各位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46点，记得再把它发一口单。
就像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